美国摩斯8650跑步机维修，电机是实在太多灰尘了，更换下控 PCB。 Q 跑板中间已经出现凹陷状况了，更换跑带、皮带、全机大保养，全机内外吸尘清洁润滑保养。更换踏板固定扣，跑板加吸油润滑，启动测试，负载测试。完工，将师傅的日常，谢谢收看。